泰国小孩的放学零食。哇，你看，每次放学以后就有很多健康，还有非常好的烟味。而且很多路灯都可以拍到学校里面的。好，这边看到这个玻璃缸上面，带冷气的玻璃缸是金的。你去哪里？附近。嗯。过来。80吧。好冷。是刚刚。你买薯吗？他们是薯的呢。他们薯卖薯多少钱呢？差不多薯卖。卖薯，卖薯钱。这个虾是要熟的，我说是一个原版的，原版的是不熟的。满满一份凉拌跳跳虾就做好了。哇，你看这个虾还在跳，哇，现在都跳到地上去了。赶紧吃一口。这个虾非常的鲜甜，排骨淡淡的米香味，可能是因为加了香茅跟薄荷的原因，所以它的腥味没有那么重。虾壳脆脆的，就感觉在做口腔马杀鸡一样，酸酸辣辣的，非常的爽口。而且这个搭配是高纤维高蛋白啊，非常健康又美味。哇，你看都跳到地上去了。